时候觉得好累，也会在孤单中流下眼泪。呜呜，用力的长大。呜呜，就算彷徨也在继续。谢谢啊，太麻烦你了，完了请你吃饭啊。周末就一天，还写作业呢。这个数学班可是我托了人才给你塞进去的，这个老师的学生去年考进了北大呢。你的数学有点弱，做错了一道大题。那道大题是出卷老师出错了，那是高三的题。那人王雅杰考了满分。你以后啊，多跟雅洁这种好同学交朋友，不要老跟那个李尖尖鬼混在一起。妈妈对你交友没有什么要求，但是要交一点上进的朋友，互相影响。嗯，我平时也跟王雅洁讨论题的。你最乖了啊。嗯、对了，你生日妈妈送你一台数码相机好吗？真的？谢谢妈妈。但是妈妈有一个条件，下次考试你必须考过王雅洁。在初中的时候你就是万年老二，必须把这个帽子摘掉啊。嗯，妈再见。哎，对了，你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我晚上想和王雅洁一起去咖啡厅做个卷子，再一起吃个火锅。哦，那可以啊，钱带的够不够？请人同学吃个饭吧。妈，你再给我一百吧。来，妈妈支援你300。妈，你最好了。妈，再见。啊。Yeah.
来，睡睡睡睡。睡。啊，谢谢。给你看。怎么样？你这画的是我呀？啊。我看看。我好认真的。这挺丑了吧？这。哪里丑？你看这腿，这胳膊哪像我？臭死了，臭死了！一身汗，走开，远点。来，我擦擦，姐姐我收拾吧。子清，你拿走了，拿回去洗吧。又让我帮你洗衣服，没门儿啊！林大仙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啊，你帮我发一下。记得我走的时候，你还是小朋友呢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这一下子都长这么大了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我现在定居在新加坡了，也再婚了。我知道，外婆跟我说过。哦，那你一定也知道。你现在有一个妹妹，叫小橙子了，她整天吵着说要见你这个哥哥呢。见我干什么？我又不认识她。可是你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呀，这也算亲人吧？你还有别的事吗？我先走了。我听说你爸工作还那么忙，又没有再婚，大部分时间都把你放在李海潮家。李海潮对你好不好呀？你爸给他钱了吧？他有都花在你身上。你爸不是为了钱才照顾我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，或者哪儿不舒服的话，你别憋在心里，你记得告诉你外婆。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李爸把我当亲儿子照顾，我也把他当亲爸爸。以后他老了，我也照顾他。你有你新的家庭，我也有我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回来，还要对我的家人指手画脚。你当年不是把我给进监了吗？对不起。我知道当年妈妈对不起你。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我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真的很不好。如果把你留在我身边的话，你可能受到的伤害会更多。我那个时候已经自顾不暇了，我把你留下并不是。我真的很想你。怎么还不出来？哎，李芊芊，你进去把他拽出来。你是他妈妈呀？他不是不要凌霄了吗？这么多年不管不顾的，连个电话都不打一个，算什么妈呀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
你就没想过找你妈吗？找什么呀？找抽吧，神经病吧，当我们是垃圾啊？想扔就扔，想捡回来就捡回来，什么？对对，好了好了，不想就不想嘛，不要生气嘛。谁让你没骨气啊？行了，我回去上课了，来等你自己等吧。找到了工作，妈就接你过去。妈妈，你要早点回来接我。教务处主任在学校附近抓藻类，你不知道啊？见到他的事儿，别告诉爸爸们。听见没？听见。你们俩站住！那两个男生女生，你们哪班的？头发。站住！你们两个。谢谢啊。对不起啊，这所里有事儿，来晚了。没事，这才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以前等的更久呢。所里确实有事儿。喝茶。哎呦，铁观音，喝不惯伤胃。哎，给我倒杯水吧。我这所里口干舌燥，说了半天话了。听着你这说话口音都变了，啊，有吗？挺明显的，这人是越活越年轻啊。孩子都大了，还年什么轻？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我办我女儿戒毒的事儿。哦，对，你拿着这个，到学校办手续就行了啊。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跑跑腿的事儿。还有我听说老太太总去麻烦你。他年龄大了，没分寸，你该拒绝就拒绝啊！哎呀，这老太太是凌霄的外婆，沾亲带故的，能帮就帮呗。你还是那样，热心肠。当初嫁给你也是因为这个。哎，你老公就过来工作半年吧，有必要把孩子转过来吗？这转来转去的，对孩子学习不好。主要是我得过来照顾我先生，我先生觉得一家人应该在一起，孩子就应该绕着父母转，而不是父母将就孩子，所以还是让孩子过来吧，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。
哎呦，嗯，对对对，这陪伴孩子真重要。哎呀，懂事儿了，行，我走了。那个，有事儿你就说，能帮我一定帮。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去见过凌霄。谁让你去的？我是觉得好久没见他了，再说老太太和我大哥都说我应该多关心他，这一次正好要待半年呢，小橙子也没见过他哥哥，我想毕竟是亲兄妹嘛，还是应该见见他。陈婷，你过分了啊！关心他，想关心你早干嘛去了啊？十年见不了你人，现在想起关心来了，你也不问问孩子想不想见你？我只想做一些弥补，作为亲生母亲，我去见见我的儿子应该没什么错。你现在想起你是他亲生母亲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你不知道凌霄心里有阴影啊？这阴影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吗？难道你没有份儿吗？当初是我病了，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了。但是这么多年，你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吗？你把孩子扔到邻居家就不管了，每个月给点生活费就完了。林海潮一个人带三个孩子，你觉得他带得好吗？凌霄跟我说，他当林海潮是亲生父亲，那是不是你雇一个阿姨雇一个保姆，他就可以当成亲生母亲了？林海潮就是他亲生父亲，怎么了？那你这个亲生父亲在哪儿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后不要再见凌霄，不要去找他，我求你了，放过我们成不成？添乱。你睡最喜欢了，给我检查。我不会做。我不是跟你讲了解题思路吗？我换完我就做。小哥。哎。干嘛呢？他想画就让他画呀。扫帚不脏啊。是。快写。林爸。林爸回来了。哦。写作业呢。来。啊，爸。凌霄，那个今天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做作业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扫了，挺干净的了，回去吧。海潮。回去写吧。这聊什么呢？当然是小孩子不能知道的事情。陈婷今天跑学校找凌霄去了。这么多年没联系，怎么就是照顾都不打就跑学校去了呢？考试嘛，我今天跟他见了一面。哎呦，那高高在上，不可一世的感觉，富太太不得了了，还跟我谈什么教育。说起他给现在孩子转学的事儿，说什么孩子离不开妈，给我气坏了。哦，合着我们凌霄就能离开妈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在学校，指不定说了多少不中听的话呢。问凌霄了吗？我刚才想问啊，可我看这孩子不想说。你这孩子不想说，你也得问他。那就问了有什么用啊？你看刚才蹦蹦跳跳的，我看好像也没怎么上心。反正我跟陈婷说了，今后不许他到学校再找凌霄。他答应了。反正我话说的挺难听，但是他那性格，保不准。哎呦，你这事儿你得处理好啊！我知道。对了，你啊，得空，你问问凌霄，孩子有什么话都跟你说。行吧，我想想办法啊，你也别急。
你妈脚崴了，让我过来帮你的忙做饭。哎，林霄，我替你妈妈说呀，她太忙了，没把小妹带到见你。哎，来呀，小橙子，这就是你哥哥。这怎么高兴傻了？这在家整天吵着要见哥哥，见哥哥。来呀，这就是你哥哥，快来。哥哥，你就是我哥哥。哎，在家怎么练来的？你打招呼。 哥哥，初次见面，我叫齐美央，现在上小学一年级。这次我来给哥哥准备了礼物，希望哥哥喜欢。哎，进来。哎，谁让你带他来的？你去孩子，你给我过来！别看，赶紧给你们爸打个电话，赶紧回来。 是不是他？小橙子是你亲妹妹，你俩虽然没见过面，但是从血缘上讲，除了你父母，那你就跟他是最亲的了。我不缺妹妹，我有妹妹。那李尖尖的妹妹还不如表妹堂妹亲呢，她怎么能跟小橙子比呀？ 那李海潮是花了你爸爸钱才照顾你的，你咋这么傻呢？如果你再这么说，李爸，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。怎么？你还想跟你这个外婆断绝关系啊？你太不懂事儿了，你。外婆能害你吗？啊？谁对你好，你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来找我爸？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没儿子还是没女婿？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谁叫你这么说话的？你唱戏唱够了，就把里面小孩带走，别来烦我们。你这孩子还这么说？哎，谁叫你说这话的？你谁孩子？我你别打他，你别打他。我得教训他，他不懂事儿。你快好好说嘛，林爸知道会心疼的。啊，打一下就知道心疼了，他来是没打过，所以才这么不懂事儿，他该打，没教养。没事，进去。 姐，外婆，那个你有话进去说嘛，你在这儿淋雨，你鞋都湿了。呀，你穿的是新鞋啊！行了行了，这没教养的孩子，真是的，这老太太。您这是要走啊？哎，我给您叫个车吧。哎，用不着，我自己走。那我哥哥也一起走吗？他不走，你今天也留下，就住这儿啊。反正明天你不上课，好好跟你哥哥玩啊，听话。 不不不，这孩子不能留这儿。你放心，不会给你留下的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凌霄要是不管孩子，让他把他扔到大街上也行。啊？不是，哎，这孩子不能留这儿啊！哎，哎呦，这老太太疯了吧你？ 你是谁？李尖尖。你为什么管我哥哥叫哥哥？因为他是我哥呀。怎么可能？我妈妈说我哥哥只有我一个妹妹，他只生了我和我哥哥，而且你们又不同姓。我跟你也不同姓。 不对，你妈当初不要他了，他跟你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你乱讲，妈妈没。
每次想我哥哥的时候都会想到哭。妈妈说虽然不在一起生活，但是心是连在一起的。干嘛呢你们两个，你跟个孩子还这样。我还是个孩子。你还这么大个你好。哎，老太太呢？早走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啊，我还以为你被大雨冲走了呢。哎呀，这所里的事儿太多了，你说这我以为我也不指望你，我直接报110我。哎，我要出警，那我回来倒快。哎，我先回家了，作业还没写完。子秋，今天回去了。拿着伞啊！啊，他们回家了。伯伯是来送你回家的。我不要，我要哥哥。你听话，这个伯伯是警察，你不听话，嗯。对对对，伯伯送你回家，好吗？我不要，我要哥哥，哥哥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哥哥，我要哥哥。2块钱一斤，哟，涨价了！一直都这个价呀，现在菜都贵了。哎呀，这城里的菜就是贵哈，这在我们县城，这2块钱能买2斤呢。婆婆呀，这都是我们之前扒好的，没有老菜叶了，你别扒了行不行？再扒下去都成白菜心了。扒的都是老的，行了，你称吧。婆婆呀，像您这样啊，就适合在晚上收摊现量买菜，那时候便宜。你这卖菜的怎么这么说话呀你？你买菜不行人挑挑呀？瞧不起人你？你看我姑娘像没钱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姑娘女婿啊是新加坡的公司高管啊，那出门开着大奔，有的是钱。您跟人家说这些干嘛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年纪大了。哎，多少钱啊？2.9。你给足秤啊你。哎，婆婆来，您自己看看是2.9不是？啊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行，给找钱。你说你就这么把小橙子送过去了，林晓肯定不开心，你得给他一点接受的时间呀。再说你这么做有什么用？你把孩子送到李海潮的店里，林和平不照样给送回来了？你懂什么呀，我就是这样，小橙子黏着他哥哥让他习惯。你说你冷孩子冷落了这么长时间，那你不贴上去谁贴上去啊？可是我现在见到林晓我都不知道说什么，见这孩子我的心里就怕怕的。你一声不吭的就离婚了，我当初怎么说来着啊？你离婚了不管孩子，到最后啊肯定是要后悔的。结果怎么样啊？当时我就不同意你和林和平结婚，我给你张罗你大哥那个同事，人家家长在北京做生意，人又长得那么气派。是挺气派的，180斤。您能不能别总提以前的事儿啊？您现在的女婿不好呀。这回啊是让你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。还有啊，别总有事儿没事儿去麻烦林和平，你自己没儿子啊？哎，我知道我自己有儿子啊，我是故意的，我不跟他断就是为了不和凌霄断。哎，你说林和平那个没心眼的直肠子，自己的儿子都快跟人家姓李了，他还在那乐呢。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你妈我给你们谋划着。怎么了？你不想打了？没有啊，继续打呀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回事？是你怎么回事？又不是你妈回来找你，你这么心烦干什么呀？我们家的事跟你说的你也不懂。是，我是不太懂。不过这林天仙真是处处冒着仙气儿啊，他再不愿意承认，那也是他妈呀。这秦美央怎么说也是他亲妹妹，这么多是不是太绝情了？有些事儿你不懂，你不要乱说行吗？不是不说就不说，你推我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清楚了，我们家一共就5个人，其他人都是外人。那你还找你妈干什么呀？一个外人。
我找他是为了问清楚他为什么丢下我，然后再把我爸的钱要回来。要是他说他当时家庭困难呢？你妈要是家庭困难就把你扔下是吗？不是真的，他是在大街上捡破烂呢。你妈才在大街上捡破烂呢？不是，我是那意思吗？哎呀，好了，我陪你去接你妹下课，咱们吃火锅去。走去。认错了，没事。你认成谁了？一个哥哥。啊？啊不，一个姐姐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认识你妈呢。来了。你打球你就忘记时间？哎，我刚碰到秦明和他妈了，他刚下补习班。车来了。啊。怎么认识人家高三的男生啊？那是李尖尖的小哥。你不是说他叫贺子秋，表哥？不是，是贺子秋的妈妈差点就嫁给了李尖尖的爸爸，然后，哎呀，反正就是他哥。Liberation， 你连他都认识，还跟那个李尖尖玩呢？没有，我是班长，班里同学的情况我都得知道一些。齐明远，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，要以学习为重，别整天想东想西。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妈妈是过来人，等你考上大学，我才懒得管你呢。妈，你不是整天都让我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吗？人家李尖尖的小哥是全班前十，他哥从入校以来就是全年级第一，以后肯定是要去北大的。真的？这个我骗你干嘛呀？妈，你开车呢。真是倚老卖老，没事儿就把小橙子往这儿领。你说他那么大岁数，又是长辈，咱也不能把他轰出去，是不是？那老太太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呗，你都没折，我能怎么着？我一外人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能把自己当外人呢？我怎么不是外人呢？我现在里外不是人。小心眼儿。放心，孩子心里清楚跟谁亲。
大不了咱忍忍，也就几个月的事儿。这大人能忍，孩子能忍吗？你看看凌霄这几天，念头打脑的，这连带着子秋跟小坚，这都打蔫儿。是，但你凌霄也得适应适应，不是吗？这毕竟是亲妈亲姥姥，那小橙子，怎么说也是他亲妹妹，这没法改变的事儿。凌霄这太敏感了，要像子秋那么心大，多好啊！行呗，你说忍就忍呗，反正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管，等孩子长大了，你想管都管不了。哎，海潮，你这都炒那么多菜，要不然待会儿就不炒了吧？怎么就不炒了啊？我还会什么呀？我就会做个饭。那孩子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吃我做的饭，能吃好点，吃饱点，心情能好点，怎么就不让我炒了？啊，我炒个菜还不让我炒了？炒，我接着包，炒，咱炒啊！每次都是凌霄的外婆带着她那个便宜妹妹来的，不仅来，还专挑饭点来。我们家面店都是老客人，他把陈婷的事宣传的整个小区都人尽皆知，那这不是倚老卖老吗？凌霄的爸爸不管吗？你别提我林爸了，躲得比谁都快。以后找老公千万不要找我林爸这样的人。你别说找老公了，你哥哥都快被抢走了。抢走？谁？小橙子呀，他不是抢你哥哥吗？人家才是真正的血脉相连，好不好？那你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？还有磁性啊，见面还能吸在一起啊？你没看过那种无聊的生活类新闻吗？经常有一个被抛弃的小弟，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找到之后呢，亲生父母一般都会哭诉，说当年抛弃你是迫不得已，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。然后小弟就与亲生父母抱头痛哭，尽释前嫌。我哥叫凌霄，不叫小烈，你搞清楚重点好不好？不管怎么被抛弃，也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这说明血缘这种东西是有魔咒的，很可怕的。像你小哥这种情况也挺多的，一般都是长大之后才去上这种寻亲节目。我哥和小哥跟别人都不一样，我们一家人一致对外。李尖尖，还真羡慕。我也想要有个哥，对我又好，又能帮我转移我妈的注意，这样我就会过得特别幸福，不会那么惨。周末还要上补习班，累死我了。独生子女的痛苦，实在是不懂。哎呦，这二婚嫁的好不得了了，你看那个老太太。整天耀武扬威的领那个小橙子，哎呦，他忘了当年的事儿了。还有那个陈婷，那当初他多狠心呐，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要了，还好意思回来。这人一上了年纪啊，就知道孩子的好了。何况凌霄现在学习这么好，以后肯定有出息啊。陈婷结婚是件好事儿，当初她也难呢，看着她老公和儿子，就想起去世的女儿。他整个人啊都钻牛角尖了，哎，要不是他离婚走了，说不定想不开，哎，还活不到现在呢，还哪有今天？哎，按我说，人把自己生活过舒坦了，才容易做个好人。是啊，要饭的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啊？这就是要饭也得先把孩子喂饱了才行啊，这是吧？那也是，要为什么叫亲妈呢？来，你啊。手，你紧握，像我是你所有。一个渐渐变大了，另一个变小了，岁月让我们在中
的日子，就像是一片叶子飞向更远的树枝，那些岁月就像只是昨日。在这儿。